最近最近日本有讲要甲钓鱼台公有化、国有化。蔡澜。日本有讲，日本政府要甲钓鱼台，公有化、国有化。啊，你安怎看最近？我唔知呢，啊，伊对于国家的啊，因老百姓的物件，哦，迄是本来哦。本来诶，即所有者私人诶，吼、哦，迄人较早是富工，伫富工，富工了后，即人过身吼，哦，较早伫遐咧做迄、那个，是什么迄、那个，迄落，即、那个有遐有较早有做工厂嘛吼，即、哦這个鱼诶罐头啦，各种诶鱼厂有咧做，啊，即、這个了后就无咧做了，因诶子孙啊，抑搁伫诶嘛，伫诶千叶嘛，对毋对？啊，天理的，啊，我哪会知影？政府讲，要甲老百姓哦买起来，可能日本政府呢？日本政府钓鱼台是家己的所在，但是态度无清楚嘛。啊，只好中国啊，啊，台湾嘛是，钓鱼台讲台湾的，啊，讲是头城镇的内面的一个区域，啊，我咧想咧，我讲，头脑怪怪呢。在变安尼来，我都唔知呢。过去都无什么任何发生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国家，一个领导讲变我的，啊，你是该收台，哎呀，该偷偷转来是不是？根本也无发生什么代志啊！啊，傅连刚讲我是台湾的，啊，傅连刚是讲中国的，这就是，这个我咧讲啥？做代志要做领导者，国策法、国策关系、国策上的信赖关系。这也无存在你将来到处都去跟人冤家嘛，对不对？这奇怪嘛，对不对？1971年哦，伊宣布啥呢？宣布讲韩国、日本、琉球、台湾、澎湖、南海，中国的土地，伊安讲啊？讲了啊，伊四回讲，七回，这个中国的这个。外务，即、這个外交部啊，伊就宣布啊，哦，这是中国的领土，你要安怎宣布，我都唔知，讲家己好听啦，尔，全世界啥人有咧认同，对不对？无迄个代志呢，啊，即就是中国人的想法，的中国思想，还佫徛根的迄个古早的5000年的即个皇帝时代的想法，外国人全世界无人安尼咧想。看到你安尼想，你敢无法度存在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有道理无？啊，我嘛甲迄个留学生啊来，我讲你呢，都去读册啊，读书历史上吼的问题，啊个事实是甚么款呢？以这做基础根本来讲话啊，你袂使讲，恁做新闻记者，你嘛袂使乱讲，乱制造迄个问题出来，吼。这个消息出来嘛，赶快啊！不然的话，这21世纪嘛，真真假假，拢假啊，无真呢，对不对？